有一只龙叫 Leo， 出生时翅膀有残缺，不会飞的他决定用双脚创造属于他的奇迹。那么我们故事开始咯。的唇痒，像你这样跳，这样跳，把智龙像你这样飞的，六根本不会飞。可恶！六，原来是火龙，你还好吗？跟我走，我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。峡谷要办竞速比赛，我们去参加吧。我不会飞，不行的。你可以的，我来帮你。Leo， 飞过去。好痛！你还好吗？哇，跳得真远啊！我想到一个好主意，好重哦 ！Leo， 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呀！老子叫铁龙，都是些小不点的徒弟。参加真是不自量力。嗯。